看一下今天的造句。今天造什么句子呢？造柯文哲柯阿伯的句子哈，简单粗暴明了，叫做陈时中并没有专业，是不是？这一语中的啊，过去包括疫情的问题，很多的问题，其实答案都在这一句，也就这样了啊。那我们今天造的句子叫什么什么，并没有什么什么。我觉得你们真是很会造句啊！每天下午三点钟，我们把它贴到我们的辣晚报官方脸书粉丝页上，你看看，彦宗说。坚强的秀芳跟佑正并没有被脏 CC 打倒，谢谢你哈，我也转告佑正，还有慧君 ，CPTPP 里面并没有美国啊。这位网友看新闻看得很仔细，一下就看到了重点。还有陈南，绿色执政并没有品质保证，你也是一语中的啊。还有Cynthia， 公投是反莱猪啊，并没有反美猪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网友头脑都超级清楚，一下子就抓到了重点哈。来，董哥，本来苏贞昌告诉我们说，法国并没有地震啊。不过我创了一个句子，就是民进党告诉我们他们没有网军，并没有人相信啊。民进党没网军，并没有人相信哈。对，没有错哈，谁相信啊？而且，我觉得柯文哲也讲了一句话：网军最让人生气的就是用国家的钱，花国家的钱。有本事你民进党自己去养啊，没有意见。怎么能够花我们国家的钱呢？好，来大千。好，我造了两句很短的。第一句是，陈时中并没有负起任何的政治责任。哎，好。第二句是。大谈早教并没有永存。嗯，哎，真的哈，其实这个句子哦，要造可以造无穷的句子，非常多，对不对啊？太多了，大谈早教没有永存哦。之前几张照片就已经很清楚了嘛，因为我们都没有去那个现场，所以有的时候听民进党讲，真的会有点昏头转向。但看照片就知道，大谈早教根本就没有永存。淑慧。蔡英文并没有谦卑，谦卑再谦卑。你也是一下子又把大家拉回到他那个自己自认为谦卑的时刻，对不对？事到如今大家终于懂了，原来他是这样的一个人，原来这五年我们过的是这样的生活。好，有感觉了吗？灵感喷发，对不对？现在大家造句。那么七点半呢，今天辫子妹还是休假，明天就上班了，我会代替他来揭晓今天的金句王。